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地道的柳州螺蛳粉。哎，这个大家都熟悉啊。看你准备了螺丝，螺丝，对，还准备了这个米粉，米粉，它跟桂林米粉不一样，桂林米粉是偏软，嗯，这个已经提前泡好的米粉啊，待会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，泡到这个差不多半透明的状态，对对对对啊，我们先把那个汤熬上，米粉的话，它这个汤就是它的灵魂所在，嗯，那你的汤是什么样做的呢？这个汤就里面有一些鸡块、猪骨熬的两个小时，这个汤呢我们是提前熬好的，下面我们就来炒螺丝，好，我们拿一点沙姜、老姜。沙姜能去腥，嗯，炒出来特别香。我觉得做螺蛳粉本身的话，是不是螺蛳它一定要洗得非常干净，对，那个汤头出来才有那个鲜味儿。对，我们家里面买螺蛳回来呢，你要放在那盆里面，放点盐，要滴几滴那个香油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那个螺丝在里面，就是本来慢慢爬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上面空气不缺氧，赶紧把脏东西给吐出来，那就干净了。螺蛳全国都有啊，但为什么就是柳州它的这个螺蛳粉会比较出名呢？因为螺蛳每个宵夜摊都会有，而且呢广西人很喜欢吃米粉，一个偶然的机会呢，他觉得哎呀这个味道太淡了，你家有煮的螺蛳给我来点汤底，就发现哎呀这个很好吃，哎，老板娘灵光一现，说哎干嘛我不能用螺蛳加上米粉做一道美食呢，然后就做成了螺蛳粉。确实老百姓很有智慧的，通过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点点滴滴的细节，你看演变出这个流行天下的螺蛳粉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紫苏叶，紫苏叶，紫苏叶去腥，这螺蛳的香味马上就出来了。对对对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些螺蛳放到汤里面。哦，汤就这么煮就行了是吧？对，我教大家在家里面就是自己配置一个香辛料。香辛料需要哪些呢？有香叶、八角、桂皮，嗯，再放点陈皮、丁香。因为这个罗汉果我们用不了太多，对，我们把它剥开。罗汉果是比较甜的，对，它提鲜的啊，嗯。罗汉果广西的特产。对。就这么干煸它就行了是吧？对，把这个水分稍微煸干一点，这个香味就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出来。其实这个我们打这个香辛料呢，不单单是说煮螺蛳粉可以用，平时我们炖牛羊肉啊也可以放一点进去。好，我们这个已经打好了，嗯，打成那个粉末，然后我们这个汤底已经闻到一点螺蛳味道了，对，但是它就会有一点点腥味，它这个有增香去腥的味道。咱们这汤就接着熬就行了是吧？对，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螺蛳粉的精华所在。对，这个是精华。这个螺蛳粉为什么让人又爱又恨呢？嗯，就是因为加了酸笋，酸笋它是经过发酵的，就是能吃的人他觉得很香很酸爽，吃不了这种味道的人会觉得它很臭，吃过了喜欢上了就忘不掉了。你也就是爱这一口。哎呀，对，我就好这一口了。那咱们这个酸笋是现在放的还是？我们一般都是加在最后做好粉了啊，放在粉上面。但是你为了提这个鲜味，我们熬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进去。现在放对吧？对。来，我们现在开始煮粉了是吧？对，倒点开水进来。够了吗？好。这米粉是泡好的，这个煮多久呢？3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我们来调味这个汤底。哇，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是在柳州街头，酸酸臭臭的味道出来了。我们放一点盐，好，再放一点太太乐鸡精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豆腐泡放到里面去煮一下，黄花菜和木耳。这个粉已经 OK 了，煮了3分钟还是很劲道，这就是因为泡过水的关系。对对对，我们然后现在烫青菜，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加一些小料，
加酸笋，酸笋。放点腐竹。好，这个其实大家就可以拿直接嗦着吃。对，然后我们把螺丝再舀点出来，加到粉里。螺丝粉，正宗的螺丝粉。还差最后一步，上辣油。哇，根据每个人的口味，能吃辣的就可以多放一点，这就是螺蛳粉。好，完成。哇，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，他带了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。咱们就开始嗦螺和嗦粉。嗦粉。 对，我们用公筷。我听柳州人说，嗦的粉声音越大，表示说这家店做的粉最正宗。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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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？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 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嗦螺。哇，正好，这就是我非常思念的那一口，酸酸臭臭的香香的螺蛳粉的味道。螺蛳粉呢，就要吃它这种鲜、酸、爽、辣这种感觉，这才是正宗的。对对对，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中粮福临门米面，回家吃饭指定米面。将炒好的螺蛳放入高汤熬40分钟，把香叶、八角、罗汉果、陈皮、桂皮、丁香放到锅里面煸炒，打成粉，放一点到高汤里面熬这个螺蛳汤。泡好的粉放到开水里面去煮，煮3到5分钟，加入高汤、腐竹、豆泡、木耳、黄花菜、酸笋、酸豆角、花生，再加入辣椒油就可以了。